明星一世，老百姓，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家庭演播室，应该说刚刚从一个普通人变成明星，算是影视圈里的新人。对新人来说呢，每走一步都非常的重要，是的，要一个脚印一个坑才行。对啊，今天我们这位新人非常的厉害，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三个男人和他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位张艺谋，第二位郭富城，第三位周杰伦。天哪，这样三个跨的不同行业里面的天王级人物都和他有关，可见小女子一定不是一般人士。掌声有请唐嫣，欢迎欢迎。旁边两位是爸爸妈妈，对不对？嗯。啊，是上海人是吧？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对张艺谋肯定很熟悉的，对另外两位像周杰伦了都。阿晓得。对吧？哎，我发现唐嫣的爸爸长得像郑少秋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你讲过侬吗？你听我讲有人讲过吗？年轻的时候有人说过，是这样。阿拉爸爸年轻的辰光长得比较帅，就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唐嫣五六岁的时候照片是吧？正好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在播郑少秋的戏，我就觉得他跟我爸爸长得很像，我就很喜欢他。你是很喜欢你爸爸还是很喜欢郑少秋啊？因为喜欢我爸，所以说我就觉得他跟我爸长得很像，所以我就很喜欢他。唐嫣自幼就是一个美人胚子，长大后不但有着甜美靓丽的外貌，更有着挺拔傲人的身材。在大学时，她还被公认是中戏的校花，这一切都离不开她父母的精心养育。那么究竟唐嫣的父母有着怎样的育女经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她的父母是如何培养出一个大美人的吧。户主唐嫣，内地新晋人气花旦，主要影视作品有《风云二》《夏家三千金》《仙剑奇侠传三》。父亲唐宏威，行政职员。母亲李彤燕，外企白领。看爸爸妈妈的长相，其实我觉得本来爸爸妈妈长得都不错，但是唐嫣呢，还是从他们这两人那儿呢吸取了精华。就说说看你们两位从事工作吧。哎，您是外企白领。那是我们这个很多白领的前辈。这叫 OL Office Lady 是吧？叫 OL。 我妈妈怀我孩子的时候怀我的时候英语结婚了。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就是特别辛苦，然后那个时候是签完字进去的，有可能就是母女只能保一个，大家都是含着眼泪进去，然后我爸爸就在外面等了很久。后来有一个就是产房里面把我抱出来，我爸爸马上说他报他自己的名字，他说三年兄弟有吧。后来那个护士快忙完就马上走了。走了之后，后来他才反应过来，应该是报妈妈的名字。然后他就报我妈妈名字，你看看，妹妹呢？那九个呢？悲哭哭。后来他就开心的不得了。他小时候嘛，就一出生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嘛，就说人家说好像是喜欢生男孩，但我们家很喜欢女孩的。一般来说嘛，就说生了男孩呢，要上海的人说呢，要发那个红蛋，对吧？但是生了他以后，一知道是女孩，我们很高兴，就是亲戚朋友啊邻居啊都发了红蛋。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生儿子要发红蛋，然后生女儿就发糖就好了，为什么了？那个是重男轻女嘛，以前。就刚生了，叫吃蛋叫自然过。就隔壁当军人的。有点吧。对吧？但我觉得现在唐嫣啊，真手长脚长哎，跟她的比例都非常好，这是应该像你啊。很瘦长型的，体型大概是像我吧。侬身高多少？我身高一米八。一米八能呢？一米七。我一米七一，到了一米七几应该吓人啊。因为伊有外头测试，不是测试预测嘛？测骨龄。测一只160，后头阿拉倒是有眼担心的，心里想爸爸妈妈在加长的，好像想象中的也可能的，对吧？因为吴哥总光就是测出来是1.6米的时候，我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这个结果。这个悲剧的现实。对。然后后来我就这里也测，那里也测，我就跑好几家这个测量身高的地方都要去测一下。测出来之后，我希望能够对1.6米有一个突破，没想到就是测出来最矮的时候是1.57米，最高的时候是1.61米。我就觉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哎呀，别长干那边。可是我俺妈妈还有一点，就讲，当我长到1.55米的辰光，开始长到1.53米、1.55米的辰光，伊讲，你来千万不要长身体，千万不要长身体。千万不要发育，都是等等的。伊讲千万不要，伊
在需要长一眼老早嘛。伊讲就啥，等到长到一米六再开始窜窜，哦，有可能好窜到一米六八。那么搿辰光只有一米五的时候，伊讲千万一定要勿要长，现在长现在就僵脱了。伊讲，你顶起光就讲，比讲哪能穿法子？我有一趟十六岁后头就穿了，本来老勿是过分高的。搿辰光阿拉屋里老房子有叫啥，有一面墙，就是我因为老房子房顶光穿上去了。我讲要讲，伊这个搿辰光呢，伊觉着伊自家裤子短了，短了嘛，有可能大概是长身体辰光嘛，搿么就可以哎量量身高看。那么过他去爸爸我好像又高了点了，我再量量看上来一公分，半个月长一公分哟，那厉害啊，一直长到多少了，一米七了的话我也不能再长了。后来一长了高长了阿达才是爸爸妈妈控制了，一个刚要长就长了，一个爸爸到一米七刚不要长一下就不长了。而且我，而且妈妈老婆不想，她是怎么样？因为她说女孩子，她让我，她说我脸长得就是，上海小姑娘这种小巧玲珑啊，老，秀秀气气。然后，比如你的脚长得像船一样，不要很大，但是我的脚长的大小是跟我妈妈完全有关系，她控制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穿小鞋是吗？对，不是啊，是不要买老大的，买的辰光就买正好后分克数的，穿了大嘛，脚越放越大了。所以一直买新的，一直掉鞋子。后头伊讲等到尤其是放暑假辰光，等到屋里向，在家里不让我穿拖鞋。不伊穿。然后穿拖鞋，哪怕我高头穿背心了啥短裤了啥，等到屋里向跑来跑去，伊讲拿鞋子穿起来跑，一定要叫我拿薄啊，搿种。你现在脚多大？37呀、啊。哎呦，那真是不大，因为他1.71米。对呀、啊。妈妈充满自豪，侬看阿拉囡恩小姐任我攻了。哎，任我攻是。爸爸妈妈有享受。唐嫣从小就受到父母万般宠爱，除了她母亲在她身材塑造上花足了心思之外，她的父亲更是为了女儿穿衣打扮下足了功夫。看来培育一个大美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父母很少关心唐嫣的学习，但是她在学习上没有让父母操过半点心思。从来都是学习自觉的唐嫣，高中时就轻松地考入了空姐班，真是令父母省心不少啊。哎，我想问问看，那老早上海是个啥地方？南市区。南市区。最早辰光南市区，到后头读中学就是高中以后开始到黄浦区了。哦，就并脱了。并脱了。给我读个啥学堂？你好讲给他听吗？嘿嘿，一般性高中，一般性中学。为啥呢？因为我老早我是上学是属于阿拉爸爸妈妈从来不管我学习，所以说是管你长高长矮了，是没心思管你学习了。高中的时候，后头我就考到党代课空姐班了。那个对于空姐的身高是多少到多少？1.62到1.72。那个时候我才1.69米。那就是也不能近视眼啊，什么都不可以是吗？对的对的。懂了。哎，像这么个女儿，从小长得这样子漂亮的，乖乖巧巧的，但是小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比较难搞的地方？比如吃么子不好就吃。好坑啊！到地里想吃买么子了，要盯着侬讲我买个么子好看。我小辰光呢，只要关心一个呢，就是吃饭。伊那个因为这个身体啊长了一个单薄，我对吃饭呢是比较重视。那就举个例子讲，两个跟伊差不多大个小人，到我屋里向来白相，我削只苹果，伊一只，人家一只。人家拿在手里向呢，吃了老像样的，吃脱了。伊呢还拿了只手苹果拿在手里向东看西看。那么我讲侬吃呀，人家已经吃脱了。那么伊刚刚一碰上纸糊呢，苹果滚脱了。落脱了。啊，因为削过的苹果不是滑吗？实际上，伊现在是讲的蛮文明的。老早吃饭的辰光，天天要拿根筷子举在旁边，就是属于自古讲，我吃饭我老不欢喜咽下去的嘛。所以啥，完了嘴巴里，完了嘴巴里，伊就会得拿筷子先摆好，准备好就搿个物事，好像我看到伊，我就会得吓的，我就要快点。看到了我就吃两口，看到就吃两口。到后头伊讲，好，我来愚弄伊讲。只要一旦是伊来怨我，我就晓得搿个问题就严重了，侬晓得伐？我就老吓个，吃好以后一看，实际上侪贴辣天花板高头。你刚才我看一张照片啊，我是蛮把吓到了，就讲，搿照片蛮震撼人的。哎，是的呀。这个如果再稍夸张一点，可以直接去拍《西游记》了。他早已从小就有老欢喜拍照。这个是10岁。10岁。正活了哈用。啊。你觉得一个《西游记》的男生都好演啥角色吧？蜘蛛精。又更夸张了。你再看唐嫣那一张照片，什么叫留作纪念？那个叫留作纪念。那么刚刚你的妈妈讲的呢，小辰光买衣裳，其实这个是毛线编织的衣裳。针织衫。针织衫的，全是伊拉妈妈手工做的。那么伊的其他穿的衣裳呢，基本是我做的。你会做什么？打缝纫机啊？啊。哟。裁机。哟，搿些光啊。原来应该不会的。对啊，好。对对对对对。翻过来看。对对对。
这个蛋也是你做的吗？裤子能做，又背大口哟。啊，对了，这个你在老行哎。那个西口跟大人一样，西门庆。这裙子也是。这个裙子还是我织的。有个做老好。你看，要不起来。哟。有套装啊，从小。那个时候上春晚的人都穿这样的衣服的。哎呦，这个琳琅，今天最流行的苏格兰格子呢。哎呦，叔叔，我对您这肃然起敬啊。女人应该不会的。为了伊才会啊。才为了伊才是自家自豪的。哎呦。噶聪明啊，我得会啊。因为这个女儿付出太多了吧？哎呦，那侬像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嘛，总归要比男小人稍许要衣裳多点，打扮的嘛，对吧？那么哪能办呢？侬请人家裁缝去做啊，对搿种小人的衣裳，裁缝伊也没一套公式去把伊裁下来。伊再个呢，花功夫长，就是裁个钞票又不多，伊不愿意。等于就是你给你女儿做的全部是度身定制啊，对对对，立体裁剪。我是按照伊个身材，就是讲哪能个按照大人的比例来缩小，缩小缩小以后呢，就到伊身上样再试。就是最满意的辰光呢，就是把你塞进来。成为一个名人之后，父母虽然说你无限关注啊，但是再关注他也会越跑越远的。他一当明星以后，跟你们生活是很大的一个距离，而且呢，不可能长时间和你们在一起，对吧？现在唐嫣是常住上海还是常住北京？北京。一年里向回来加起来没廿三个礼拜。到北京的辰光，我实际上到的，当时俺爸讲。哎，侬考上海蛮好嘛，上海戏剧学院天天回来吃吃饭，一个礼拜拿衣裳回来，妈妈帮侬打打，不要太色一哦。后头讲我就是很坚持，一定要考到中戏，所以到后头等到我考进中戏的时候，我就想啊，总算从鸟笼子里出来了。你看，这天嘛，我送你去报道嘛，报道通通弄好以后嘛，我要回来了嘛。回来了，有了这个中戏这个一个这个一个窑门出来嘛，一个叫东棉花胡同，这个路嘛不是老土啊，晓得吧？一出来嘛，那么我讲在外走了啊，对吧？那么人家嘛一般小姑娘嘛，或者有流眼泪啊，或者啥么子，伊不说啊，伊觉得呢，我一看伊蛮开心啊，跟我走手招手，是吧？哎呀，我想小姑娘那哭不哭啊？流眼泪是啥么子？伊不是蛮开心，伊是老开心啊！伊想哦，终于伊自由了，大概对，我搿能是心里来想。对，实际上我当时我觉得伊肯定看不到我面孔了，但是实际上，哎，因为当时的时候，在第一次离开爸妈，然后其实心里很难过，但真的跟我爸说再见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然后我就是脸还要故意点着嘴，就是这样跟他笑，然后我要故意做很夸张的动作，就让他看得很清楚我很开心我跟你说再见。其实等到他走，我看到他从那个胡同转出去的时候，我马上就转过去，其实我心里就很难受，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让他知道，如果我让他看到，他肯定就不愿意走。还是懂事了。以后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面对，就是你女儿要出嫁的，你这样你会很痛苦的。你让他做婚纱吗？曾经有个想法，现在有个想法，现在有个想法。是吧？就是讲，就有辰光电视里向又看到，比方某一个明星出嫁了，对吧？啊，包括侬吉雪萍出嫁的辰光，搿段呢我也看过来的。那爸爸不是讲了几个台词，说了几遍嘛，不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啊？网上都有的。关注的，挺关注你们节目的。就是你自己说的，我也在看啊。哦，他看到你这个时候，一定想到自己女儿将来怎么办？啊，那个当时呢，他爸爸呢激动了，这个答谢词啊，说了几遍没说。他最后说要为党和国家做贡献。啊，搿呢，侬讲这个，我心里向老有体会了。嗯我觉着哦，做大人的侪是搿种心理。嗯，就是做不到。啊，是不说的，有种好像听到这个，看到一种这个结婚的场景啊。就是那女人高出去，高不进了啊！我觉着这个呢，好像是最难过的一瞬间。我看了人家，我想我肯定也有这种心情。像多唐嫣，我跟你说，你就这样反过来，叫你未来先生的爸爸把这个儿子手交到你的手上，所以就倒插门。哎，高女士跟咱们俩老长人似的了啊！要最好的，要最好的。那想过呀，想过下下趟面试。我思想高头呢，搿是比较是蛮理想了。哎，搿么就是不是下趟将来就讲清爽了，伊养小人哪要打了？
那肯定了，可以噻啦。这个应该刚刚那得上我们家打啊，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可以噻，待会你们收得起啊。哎，要去侬会得做衣裳了。对，哎，我记得一个辰光，就是侬结婚的辰光，有一天突然，因为我来北京嘛，突然之间打一个电话拨我，伊讲，哎，我帮侬讲桩事体哦，老年少侬晓得吧？啊，我讲啥事体啊？他就讲，哎，侬晓得吧？这水平结婚嘞。你为什么那么关注我啊？为什么那么关注我？触动了他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呀、啊。我还是你的粉丝呢。是的，真的假的、啊？真的真的。因为一妹子家庭演播室都很辛苦。嗯。哦。当主播干了好不啦？干了好。干了好。老实惠的。干老实惠。哎，老实惠的。哦。这个就是讲呢，我不好意思讲，我特地为帮侬做了一个文件夹，在我的电脑里面。真的。真的、哎、忠实粉丝哦。不牛，我操！哎。哎，你弄个文本给我看，真的得把它看看。哎，当初那个16岁花季嘛，对吧？哦，我就看了嘛。嗯。啊，我看，哎，搿小姑娘就像一个高干子女一样。高干。啊。阿拉爸爸妈妈跟拿出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阿拉妈还不是 OL。我感觉。那我觉搿蛮好，因为搿种小人更加会得成长。啊。嗯。另外一看呢，就是蛮健康的。对阿拉妈妈哎，我就讲老正宗的。哎。哟，那只看到本质。这个看到自己本人了，觉得想法，就是讲闲话方面的啊，也一样。看来唐嫣的父母真是宠爱这个宝贝女儿。那么唐嫣在家里到底是和妈妈好，还是和爸爸亲呢？接下来我们设计了一个小环节，让唐嫣说说她和父母之间的有趣故事，也让我们猜猜唐嫣到底和谁更加亲密吧。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跟爸爸妈妈有关的，到底是爸爸好还是妈妈亲？向妈妈撒娇让爸爸吃醋，唐嫣给我们解释一下。是、哦、怎么说？来我理想呢，阿拉妈妈是属于就是讲比较随和，但是阿拉爸爸呢，伊来我理想呢就比较活跃。根本伊总会觉得囡恩好像是伊生。我会得诚心切气，晓得吧？我会得诚心切气，就是我就讲妈妈，我瞎想了，我听不见。后头阿爸爸讲，哎，搿代又接来。后头我讲勿好勿好，搿勿分了。所以就会得讲老出气的呢，哪两家蹲辣面头，蹲辣面头诚心切气我呢？切，我晓得哪气我，我勿在乎伊讲。就刚好又等他家，哎，会得比方讲隔他一个钟头，对伐？伊讲，哎。侬帮妈妈有啥秘密吧？告诉告诉我，我也参与参与啊！我讲，妈妈侬来讲，我就讲。你们家的关系都很好哈，嗯，就是没有因为就是说，你可能管得太严，然后女儿有逆反心理啊什么的。撒娇有啊，会有啊。因为那个时候班，哪个班？因为我以前一直是一班，从小到大都是一班，就一班会相对比较好，然后人家就会说，哎。一般那个长得很小巧玲珑的那个女生很可爱，就是那样去形容我的。然后说，她电话家里是多少，都会比方说我请你吃包酸梅汤，你给我就是她家的电话，然后就是就会这样一种好像交易嘛。嗯。然后我的电话，我家里的电话就一传十，就十传好几个。成为公共信息了。公共电话了。我的想电话响了以后呢，我就接呢，才是无声电话。突然间不说话了，你说话啊，开口了啊。搿辰光呢还没来电显示，后头过脱一段辰光呢又来电显示了。马上申请，是吧？啊，反拨回去。但是伊还勿拨我申请。哦，拨了申请。啊。搿其他无声电话一接呢，我就怀疑了，晓得伐？搿跟我勿搭界啊，搿侪是伊拉呀！我伊拉啥人？葛末伊讲啊，隔壁头班级某某某某某某一个男小人呢，胆子蛮大个。电话响了以后，我讲喂，侬啥人啊？伊就拿伊名字报出来了。有没有叫侬爸爸你好？啊！伊就直接拿伊个名字报出来了。那么我讲有啥事体吧，对吧？伊讲没啥事体啊，我就问问伊来回来了吧？啊，我讲没回来了。那么就。给他提供了就过他了。这段时间其实我很，就是我自己也很苦恼，因为我知道他是严父嘛，而且家里这种事情是绝对很抵制的，但是我又觉得就是我要划清界限，跟我没关系，但是他们要打来，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也是来找我嘛，我就很苦恼，但是他们，我就觉得我很无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有一次，那个男生就是后来回来之后，我爸爸告诉我，我爸说有这么一个男生，我就想，哇、哦，太大胆了，怎么可以跟我爸也都说话了？我就说太大胆了。然后，
而且这个就像这个男生是属于我根本也不理他。实质高头呢是没啥事体的。可能伊这个年龄呢，就或许对某一个小姑娘有兴趣嘛，或许多看两眼，大概是这个意思，晓得吧？那么搿样子一讲呢，搿么我这个小朋友，我想是啥地方？一个是啥地方，一个不肯讲，我那一定要跟我讲。干嘛？你准备家访啊？我去了，是一个是。那你要看老嘞？啊，我就去了。跑到伊拉屋里向，伊拉屋里向嘛，爸爸妈妈侪困觉了，搿个小人呢还来辣外头。夜到11点钟、11点钟。那么呢，我跟他一讲呢，我这个来个目的呢，一讲呢，伊拉爸爸讲，哎呦，不好意思，一讲。咾么讲了差不多了呢，这个小人回来了。还要跳？啊，这个小人回来一看我来了，伊拉屋里向了，伊只往卫生间跑了，跑到卫生间去了。咁么后生知道情形不妙啊！咁么后生呢？大事不好，小人回来了，搿桩事体呢，侬今朝也不要讲，阿拉没先走了，不好意思打招呼了。尤其是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嘛，相反是后来越长越大，就是我跟我妈妈说的话越多，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告诉我爸。到后来我爸因为他是严父，从小就是说这个也不允许，那个不允许，其实他所指的不允许是不放心我，他觉得小姑娘出去不安全或者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爸爸吵过一架，对我的一个汤子我忘记他是啥子踢了，有的两个吵架我能说我哪能了。我记得我都忘记起我那本本来找补子我的白底黑走光，哪能困啊，侬一脸母子吧，对啊，听说你不无法，我说侬不可以跟你讲，我说有窘吵不吵，我说你不相信自己去看了，我就刚要不如果你在这儿我就去告你。不能的呗，你把那各种情况呢，我开的呢总是米空老你说的给我讲哎，我才讲了差不多了，对吧？跟人盯了一口，伊那也盯了侬口，那么两个都是眼睛盯上了，那么呢，伊口好以后，伊讲那侬开始鼻头放大了，就要小了，就是我要小了，侬鼻头鼻孔放大了嘛，要小了嘛，伊松脱了，伊会得甚至于会得冲过来抱到侬那，侬哪能搿样子个闹？伊讲。啊，真好！可是这个爸爸看我一看出来了，把囡彻底搞定，应该没办法。我觉着囡还是有眼小手腕儿、啊。是的，是的。他是蛮，会懂，就是讨爸妈开心。因为我小辰光看伊搿种辰光，我会得看三次。其实就是啊，我一看伊就是实际上伊凶的辰光，我老吓老吓了，我真的是老吓，因为伊老多辰光是会得使用武力的，好吧？哦。这样有家暴的打啊？会啊。快点控诉一下，打了哪能？那侬可以明控我了呢。确实，确实，辰光阿老气的说，人总归有的冲动的嘛，有可能一阵耳光上来了，晓得吧？根本我就是一阵耳光嘣，一记头就飞出去，飞出去。但是我就讲，我跟你老坚强了，晓得吧？我有辰光有可能怕记得人家跑到上高头，嘣，一记头再起来。所以讲，眼泪是已经含了里向，而且一边哭是吧？一边哭一边流眼泪，是我讲，实际上哪能就人家。但是我个人呢，就是一分钟自己的事体，有可能马上就忘记他了。所以说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会观察他，我就可以别的开始放毒的辰光，我就晓得伊肯定想笑，我就抓住他这个表情的瞬间，你晓得吧？我就知道可以别的时候放毒，我就觉得哦，这道防线可以冲破，是时候了。所以我就马上就扑上去，哎呦，我马上眼睛盯了还恐怕要顶不牢呀。对啊，唐嫣也是80后当中兴起的一个这个影视新星啊，有没有什么叛逆期？也把我印象最深的一趟呢，是来了初中，一趟是放暑假了，伊同我讲一个爸爸，阿拉学堂里呢，搿趟呢要这个要夏令营了，我夜里向呢可能要回来要晚点个，因为呢平常日节呢，伊个作息辰光就同我个作息辰光一样，我困觉伊也困觉，不可能就是讲我困觉了，伊也来了外头。东溜溜西溜溜，这个是绝对没的。那么过他两天呢，一个同学呢打电话来了，打电话来呢是我接的。那么我就讲起来，哎，那学堂里不是要夏令营了吗？一个同学讲，不是啊，阿拉不是夏令营啊，阿拉是到这个外头去白相，外头啥地方？一个无锡呀。哎呦，我一听，搿伊同学讲是夏令营，那小朋友跟我讲是无锡。吹棒了。啊，吹棒了。搿我当时呢有点。比较就是讲比较气，我就问伊了，伊觉着苗头夹出来了。伊每趟侪是威逼利诱啊，苗头夹出来了，晓得吧？搿么我讲侬讲侬实质就是讲，侬如果讲出来，可能有希望；讲勿讲出来，对勿啦？一眼希望都没了。伊讲一拿这个事体呢，一讲讲出来了，啊，讲出来以后，我马上就告伊讲的了，不可能去的。就是抗拒。啊，从严坦白啊，不可能从严，晓得吧？对对对，这句话就是准确。那么，伊给他这一讲呢，伊来急了，
伊就打了我了，伊讲侬要答应我，我上班了，侬管侬自家去好了，侬想哪能就哪能，又没人管到了侬，我一个来外头呀，对不啦？伊讲不来事个呀，没侬一句闲话，我不肯不好走个呀，对吧？那么我讲搿样子，我送侬过去，啊，那么同学呢？伊讲我拿到啥地方去啊？阿拉到无锡去啊？问几个同学才问我了，我那爸爸妈妈，阿拉爸爸送我来个呀，阿拉妈妈送我来个呀，哎呀，搿辰光我就觉着心里向有想法了，硬要叫我这个小人。就瞒了我，不跟我说实话啊！我心里老有想法的，你那现在是跟他子去了，夜里向回来呢，有的我呢就跟伊讲了，我呢自噶今朝想了一天，我讲我也有老大的责任了，因为我跟侬管了太紧了。女儿想要单飞，但是呢，你觉得不能放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女儿和父母的前世今生，跟哪能讲啊？哎，对啊，因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啊，前世情人。对对对对。啊，我呢，为了要跟伊拉接近，我呢啊，弄了只开心网。啊。啊，那么开心网里向有。开心网，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加你啊。搿一定要干哦，那个绝对要干哦。哎，你叫什么？我真的伊勿肯讲哎，我真的问伊，我讲，因为有一趟子我回去，我屋里就是我偷侬菜，讲勿定偷过，因为是啥？我等了上海，我勿是回来嘛，等于是用的是伊的电脑了。后头伊讲，我有一趟子来海的，哎，我网高头买了侬勿好合同哦，我开心网高头搿菜种了海，到辰光要收的，侬勿要把我偷脱伊哦。伊讲侬勿好看哦，伊会得搿能介的。随后我讲，搿么侬账号图啥？侬讲拨我听，我加侬嘛。伊讲搿勿来塞，我搿是我的身份是秘密。伊讲我是，伊讲哦，伊老动静的，伊讲我是潜水。伊讲，搿闲话老，很网络的，很网络的。那么这个开心网里向有一档是这个姓名缘分啊。那么我拿我名字当进去，拿伊名字输进去，那么测试结果叫这个再续前缘。哟，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吗？叔叔，这个是给小男孩小女孩就是测感情的，测男女朋友的。我那测了白想想。那是吧，最主要对吧，你说对吧，后面还有后文下文。是嘞，我俩就是。不是，那天我讲。哎，天我正好来还拍戏，拍戏就是老清老早收了一条短信上的是吧，我都讲啥人发的嘞？啊，爸爸，就在显示收件人，发件人爸爸。我都想啥事体啊？发在一个原话，一个刚才我在开心网上做了一个和你的姓名缘分测试，测出来是和你的关系是再续前缘。我的破折号证明我们前世就有缘。我的我今天听了人无说喷出来了。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啊。爸爸认为唐嫣做的饭比妈妈还好哟，你还会做饭？我最拿手是蛋炒饭。我觉得我搿也蛮珍贵，是为啥子？是阿拉阿爷传拨我。哟，对吧？亲传啊，因为就是老早小辰光，帮阿爷住了一道的，随后就是阿爷讲，阿爷辣海面搭烧饭，我就蹲辣埃面搭立了炉子旁边，我就搿盯牢伊看，伊讲侬做啥介感兴趣啊？后头我讲。我也想做呢，侬为啥要那个蛋更加豆腐豆腐啦？因为我小辰光对个当蛋老感兴趣。后头伊讲，葛末我教侬好了，我讲好呀。所以就讲，伊就帮讲，喏，要两米网咯啥么的。所以说到后来就变成我做蛋炒饭，阿拉爸爸妈妈礼拜六礼拜天休息，我上学也休息嘛，我就第一个起来，我就做好之后给他们吃。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考验一下，是不是像爸爸说的一样，唐嫣对米很有感觉。今天要做一道我自己最拿手的菜，那就是蛋炒饭。好，现在你看，这里就是我准备好的配料。好，首先呢，要先打两只蛋。瞧唐嫣这打鸡蛋的手势，果然是非常的熟练。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唐嫣做的蛋炒饭究竟如何呢？放了这么多的配料，看来唐嫣对蛋炒饭的确是很拿手啊。一点调味料，撒入一些葱花絮。好了，差不多了。哇，好香！好了，独门秘方的蛋炒饭是唐家祖传哦。我就在家里哭了七天七夜。真的不骗你，因为我会准备要哭倒长城是吧？到了唐嫣家，啥也不说，
先干活。哇哇！对不起，吴阿姨。我已然灰心。唐嫣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空姐，但是在最后关头因为一个细小的原因被淘汰。受到如此挫折后的唐嫣对生活失去了方向，幸运的是在一位老师的建议下，她选择了艺术这条道路，毅然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这不仅为唐嫣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她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唐嫣在考这个中戏之前是考的空姐哈，考空姐顺利吗？一开始是挺顺利的。是航空学校吗？对，上海航空公司航空班。大家都觉得我应该是如果只有三个名额，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在挑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肯定能进的。那事实上我也进啦，然后我也进去了。但是后来是因为升空体检的时候，因为升空体检太严格，以至于当时他们检查眼底的时候有的没了踪。麦粒肿就是麦粒肿，麦粒肿，透支哎，就是有点，就是已经完全消掉了，完全消掉，打着一个0.1毫米的痕迹，很细很细。好了，就因为这个，就是啥透支哎，透支哎就好了，好了嘛，一直来了这个眼睛的里头，搿翻下来辰光呢，有眼个红红啊，葛末炎症还没完全消脱，葛末有眼红啊，葛末体检呢，伊是看，就是看这个面浪向啊。根本都帮你讲呀，我刚刚生好没来中。对，伊不睬侬。当时没听听侬讲。当时侬不晓得这个情况。我就在家里哭了7天7夜，真的不骗你，因为我会。你准备要哭到长城是吧？一下子伊不晓得哪能会好了，根本就来屋里向呢，就是想到这个事体就哭，想到这个事体哭，搿弄了我也心里老乱啊，对吧？伊一哭，我就心就疼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变成了一个人生的低谷。唐嫣在空姐落选之后，在偶然的机会下，她和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舒磊之星的选秀活动，结果令她感到意外的是最后获得了全国总冠军。也许正是这样的收获让唐嫣意识到自己或许在演艺道路上会有所收获，于是她在母亲的支持下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唐嫣的同学，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当初是怎么帮助唐嫣走出低迷期的吧。同学露露，外贸公司文员。同学 Jenny， 航空公司乘务员。同学 Fiona， 航空公司乘务员。因为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度过那个黑暗的7天之后嘛。后来就是那位 OL，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走，打一阿七到母路去一个。”去的时候是我们去到一个顶梅广场。我的那边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设一个分赛报名点。后来他们就拉住我们两个人，让我们要一起填表。后来我说，啊，舒磊啊，根本打得过嘛。我就讲，我都飞不灵了。我就讲啊，不灵不灵吧，催啊不催啊。就讲其实我那时候是有一点抵触心理的。后来他们说，哎，不要定啊，阿拉的不是说只看头发的，我们是看综合素质。后来我说，综合素质啊，那你们要文凭吧，要大学文凭吧。那我高中还没毕业嘞，我只有初中文凭，你们要吧。然后后来我说，要投票吧。他们说不用钱，免费的。我想，哎呦，免费的没什么东西可骗的呀，我们两个小屁孩根本也没有东西可以骗。那我们就想，好吧，填就填，又不会少一块肉。后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在上海是获得了上海赛区的季军，当时第三名是吗？对，所以在上海复赛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外场地是在港汇广场的中庭广场。后来我妈妈还做现场观众呢，就是当时有一个环节，就是过路的人每人送上来一支玫瑰花，就谁拿到最多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姑姑两个人混在人群里面，然后主持人说好，可以开始送了。我妈妈和我不知道的，然后人家一个一个送给我，就谢谢谢谢谢谢。然后等到呢，就这样，我就一下就妈妈上来了。等到我妈妈上来之后，我刚刚飞行好，我就给她扣到一武器的话，转头哎呦，俺的娘娘又来了。早知道多叫一点同学去啊，就一下子还谢谢我妈妈。我妈妈还更逗了，我妈妈还说我支持你啊。就是这样，在上海之后得了季军，到后来再代表上海赛区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决赛，获得全国总冠军。
唐嫣现在的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但是对于当初未能做空姐，她至今都感到遗憾。那么我们就请唐嫣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在家庭演播室里扮演一回空姐，过一把当空姐的瘾吧。下面就让我们两位主持人扮演乘客来考验一下唐嫣，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笑料呢。哟，侬看豆豆他家小伙子，哟，搿四只位子阿拉是哪里坐？哎，侬看搿两只侪是侬的，侬先困下来，我坐一只，我困下去。真啊？哎，阿拉坐，阿拉拿，阿拉先最好一点吧。哎，最好一点，先我鞋子脱下来，拿摆辣搿，拿位置好。现在先脱下来。现在脱，搿么味道什么？啊，搿勿行，我坐过来，我坐过来。啊，搿小姐妹，帮忙的吗？哎呦，小姐妹是吧？小姐妹哪个？哎，搿侬，哎，搿么侬来，哦，搿么搿么侬吃个物事好拿来了呀？我们今天的餐点是这样，有意大利面，然后有那个兰州拉面，要的，上海生煎包，要的，对，你要哪个？全要，都要，全要啊？对，你有没有苏格兰打卤面？我也要。等一下好了，等到舱门机舱关闭之后，起飞之后我们。哎，不行不行，你不知道，我太太已经怀孕了，这个饿不起的。嗯，赶快拿过来。马上就吃。对对对。随时随地要吃。对对对，好吧。那把它摆好，一把伞，我随时吃。对对对。可以，这卡有一点啊。哦，搿电视铃哦，搿是外国牌子。不好意思，这个我要跟你说了，我太太怀孕了，她胃口不太好，对飞机上的这个饮食有点挑剔。嗯，对啊。那自家专门单眼做菜海底捞啥有打吧？有的。有吧？有吧？哎，根本等下那点不好吧？啊，没问题的。不然我要吐了啦。好，没问题。吃啥吃啥。对，因为那鼻头有啊，鼻头狼嘞，鼻头有啊。哎，被子就在这边，鼻头。一个台子够呀，要开两个人了。哦，鼻头要。跟我等下再去帮侬寻掉。好好好，马上就来。那吐啊有不啦？吐啊有啊。困衣有不啦？困衣都哎，我晓得哎，搿困衣都是好带回去。哎，对吧？对。哎，啥鸡子壳咯？啥生牙齿？哎不，搿头不是美容院啊。哦，女的有。搿么做按摩院吧？阿拉搿通常是飞上航班会得有个。上航班上，阿拉只有两个钟头。搿么，哎，侬又当了上航班么？好嘞。香槟酒，哎，我要求不高。那估计至少是我嘞。香槟酒阿拉马上就会得上。真的。有个好客。刚才两位，我们两位同事对你们的服务还满意吗？不灵。刚刚交个么子，但是没拿得嘞。哎，我们想在飞机上看家庭演播室有吗？有，我们飞机上有的，我们有时候还会推荐客人看来。真的？好的。这样一说，我觉得要评最佳的这个空姐，就是这个当不上空姐的行业。是。好，谢谢。不得了！哎呦，大家到七浦路来了啊，七浦路啊！他刚好在到局啊。对不起，我爱你。我现在呼吸了一个人，谁啊？好，进入我们的默契大考验。这轮呢，考验一下唐嫣的父母之间的默契程度的。好，请听第一题。唐嫣最喜欢什么颜色？请写下来。请亮题板。来，阿姨写的是红色，爸爸写的是粉红色。准确的答案应该是。谁会写？就是说红色，因为我很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嗯，所以说我妈妈是啊，从小就看出来你很喜欢大红色。那个，但是粉红色，因为我爸为什么会写粉红色？因为我现在上海的家里房间全都是粉红色的。哦，装修的时候。是你爸装修的吗？对，他就特地帮我刷成粉红色，知道我喜欢这种的。哦，我们来听第二题。唐嫣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呀，来请亮题板。最喜欢的是妈妈写的是汤的。得超伟，爸爸写的是糯米汤团豆沙包。哦，不一样咯。有点一样的豆汤团好像都写了对吧？大家会写汤的，就不是汤的，真的是叫汤的。哦，汤的侬会吃肉还是会吃太阳素？阿拉妈妈自家包。哦，阿姨侬自家会得包啊？嗯。葛么自家配好糯米粉，还要糯米粉超市里不是有买的嘛？啊。太阳素啥侪有个，小加色的。哦，不用加工了对吧？哎，不要加工。哦，根本要回来自家包一包，糯米粉嘛要捏出来的嘛，不是？对吧？那么阿豪刚刚可以一顿搿种汤圆好吃几只呢？几只好吃十只。十只能吃一顿了啊！哎，一个到老要吃。好，那这个第二题我也答对了，我们看第三题。唐嫣的房间里一共有几个抽屉？八只，爸爸是十二只。有。差别多了吗？搿太别了，四只嘞。好，那个阿姨你先说，你少的你先说。哪八个？八只嘛，伊就是电脑台面前就有得六只。嗯，一二三，夜屋向两只。嗯，没啦。就没啦。嗯，搿么那这个电视机下头个。哦，电视柜我没算，电视柜下头还有了，对个。电视柜下头几只？四
四只。哦，四只，那么正好剩一只。电视柜没算进去。他这个房子基本上属于空关吧？不太住的是吧？空间多，有人伊拉妈妈有光啊我的。就估计是是啊。那一般来说，就是像他的这个房间啊，你们多久会就是比如说打扫一下呀，给他整理理呀？打扫也是帮伊打扫。所以我是三年两头打扫。哎，随时准备他回来。空气流通，房间要。也就是回来跟不回来的样式一样。哦。你现在拿房给房子多吧？这个还可以吧？几室有的？两房两厅。两房两厅。嗯，那么有没有就刚跟您讲了，最好就干嘛大一点呢？大房子是要小姑娘买啊。这当然了，我当然要侬讲出去也可以呀。爸爸妈妈都打过去。那就老家意思比较好呢，就买好房子，丈母娘丈人接过来啊。我都找好了，我觉得蛮好呀。哎，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来。好，唐嫣家里面一共有几个包？好，来请亮题板。差不多30左右，30到40。现在还可以，但是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有一个怪癖，喜欢买钱包，钱包里面可能一分钱都没有，但是钱包是一定要买的，因为以前我妈妈说，哎，你这只每只钱包对于学生来说都价格不菲，你不如把这些钱就买两三只你喜欢的，然后里面都是现金多好啊，我可能现金打开一毛两毛，或者一块两块，很灵的是吧？对啊，哎，可以看看你现在皮夹子吗？就是老早收藏了的，哦，不得了！哎呦，大家到七浦路来了啊，七浦路啊！好高啊，三号机啊！七浦路。在地铁的门口把我推得好麻嘞。不是不是，你现在听老早我偶像一个。啥呢？啥呢？啊？哎，你的偶像是谢霆锋啊，小时候的。能告诉我们现在你的偶像是什么？我以前欢喜的一个人，碰到机会比较少。谁啊？韩国人。韩国人谁啊？我上海话讲好吧，苏子涵。你想念啊？苏志燮。哦，见过吗？没有，因为我觉得不要见。因为不要见比较好。你想太多了，他可能问你Who are you？ 好，那么这一轮呢，我们要恭喜的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对女儿还是非常了解啊。谢谢。叔叔阿姨，如果要是有一天这个唐嫣带回来的她的另外一半是一个演员，你们会介意吗？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主要是呢，就是个对伊要好，那么就是个不要有大男子主义，啊，就是小青年嘛，张张吵吵这个是难免的，千万不要去动手。好，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了这个三位男孩子，来有请。我们特地为唐嫣的父亲准备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女婿，到底哪一款才是老丈人心中最佳的女婿呢？어느새길어진그림자를따라서땅과미진어둠속을너와같이걷고있네요야那这完全没有配合。好嘞，我们有请第二位。哎呦，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我今天我也是来征婚来的，那么我现在没有要嫁给你，啊，你不要来讲征婚，你说我也是来展示我自己的。我也是来展示我自己。他心里着急啊，我着急，很着急。然后我今天呢，我给我燕爸爸好，我先跟你握手吧。唐爸爸不是燕爸爸，唐爸爸。他的国语还没有田海说的好。然后那我就因为我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我就先给唐妈妈表演一个篮球。不要紧张。他的师傅太谢谢啊，请问你的师傅是你的师傅还是你自己学 的？我学花刀的。花刀，花刀，对，然后我可以教你一下怎么抖啊。我不用你教，我自己都会抖。啊，告诉我啊。哦，有声音了，有声音了，来来来，好累哦。
给来第三位有请。这个怎么那么宅呀、啊？到了唐嫣家，啥也不说，先干活再说。不应该要吃生你的人吗？主持人你们好、啊，我是那个居家好男人。那请问除了会拖地板，还会干嘛？洗衣服、做饭，样样都会。唐嫣，你觉得这个三个长相当中哪一个更能接受一点？但是从外形来讲的话，中间的我也比较接近。韩国人嘛，啊，对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能够给我安全感的男生。嗯，就可以说，嗯，不太喜欢长得特别瘦的那种，因为我觉得男人的肩膀是要给女朋友、老婆来靠的。对，嗯，哎，你爸也不胖哦。我要是要保护的话，我还有才艺。他拿刀嘛，他上街根本就出不去的，没办法来保护他。对对对，我会用我空手来保护他。你会练空手道？对对、哦。来来来，赶快我展示一下。来，一、二，你的情敌。对不起，我爱你。好随便哦，太随便了，这种男人不可信，不要给伊文玲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当中我比较。哦，博得老丈人的亲。有安全感，配对成功，我们可以走了吗？别着急啊。好，我们感谢三位男孩子展示，谢谢。谢谢你们。